头发好乱哦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刚刚西瓜载我回来。那你还蛮写的，很开心啊。那我们现在去哪？我们现在去蛋梨来温刀，去西瓜家。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在录综艺玩很大，不是玩很大啊，综艺大热门。对。然后我里面现在穿制服。笑死。对，然后今天就直接住西瓜家，因为我们明天一大早要去球场。西瓜搬家后第一次来。哦，是吗？你可以假装第一次来。第一次，真的耶，第一次来。对啊，第一次啊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去看一下你家到底有多好玩呢。笑死，我看你要演多久。真的，你为什么要？来哦，来到了西瓜家。来那个。天哪，很会放东西耶。够爱你啦。有啊，哦有零零七，张照片也太像我了吧。对啊，好像哦，我们真的跟我很像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学我了，好不好？是谁？是我老公啊。你老公是谁？李敏镐啊，还不知道。我刚好靠北哦，再见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是李多慧的第一场，然后我们原本想说要去看球赛的，我现在已经第几局了？不用去了，已经八了。六哦，六哦。看不懂数字你。来。哇，好乱哦。哎、欸、真的是很自恋哎、欸。哎、欸、这张超像我的。来偷看一下西瓜家的冰箱，因为我很喜欢翻家冰箱。大鸡腿球拿。这是一只来自球拿的烤鸡腿。啊这是我怎样我知道你今天要来啊，要给你吃的留给你。哎、啊、刚不是喊肚子饿。可恶。你是那个厨余给我吃是吗？没有，我看你要多坚持要拍啦。我知道。还有什么来？来，我看一下你家还有什么。哎、欸，这个饮料也太多了吧？一定都是全糖的。看一下这种高丽菜。再讲一次。高丽菜。对啊，高丽菜啊。你已经知道没有在煮菜了。是不是高丽菜吗？那叫牺牲菜。什么菜？牺牲菜。牺牲你哦。牺牲的菜哦。啊，可以看这个吗？不用管你了。很多娃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半夜起来会那个吓、哦、到哦。不会，因为他不会讲话，我也不会对他讲话。哦，因为只有楼楼才会。你说的哦，不要跟他那么不耐烦了。西瓜，你可以为我介绍我房间在哪吗？你房间在这儿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东西有点太多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地方睡，我看一下有吗？有啦，这个，来嘛，我帮你来。你睡的地方在这里。还没洗啊，好吧，那就今天给你拿去用。哎、啊欸，你今天真的可以拿去用啊，洗头的时候超方便的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所以我今天床就是长这样吗？啊，不然呢？啊，怎么那么多衣服没有整理好？啊，我哪知道你今天是不是突然说要来住？我就是随时来就得来啊。小军，你刚刚讲什么？小开箱，我不要。我很可怜吧，他叫我帮他绑头发，然后那边说，而且我现在剪刘海，然后你现在就把刘海弄，我就故意用，我就是不想跟你像，你真的很 GY 哎、欸，我还有皮带呢，哎、欸，梦姐的最爱皮带又要来了，来，哦，何焕，你在开心啊？我只觉得你很白痴而已。很久没有来云溪家了，好开心哦！我等一下要偷偷去买肉跟菜，煮火锅给他吃，希望他会开心。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他们家的浴室呢，就是当初云溪在洗澡的时候，然后我喝醉酒，然后我就拿10块钱这样开，然后我就啪，云溪，我要跟你洗澡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躺在这边洗澡。来，为了还原当时的情况，好，现在西瓜在洗澡了，假装开。我们感情好到奶碰奶哎、欸！我出去了，你看有多小，硬要两个人进来，笑死！西瓜其实是一个有洁癖的女生，所以是蛮贤惠的，好不好？比李多慧还贤惠。我们要直播了，因为今天是黑色情人节。刚刚原本想说要去球场看李多慧，但我们太累了，所以决定今天直播，然后睡觉，然后打牌。啊！三缺一，哇，怎么办？然后明天早上球场，西瓜一直叫我脱啦，你看他一直叫我脱，他现在帮我拆衣服。拆了，各位，哎、欸，吹了啦！啊！这样可以哦、喔！可以。
们球场衣服亮片服会一直刺皮肤，然后刚刚云姬就说你赶快脱掉，你赶快脱掉，然后我说好，那你帮我脱，直播去啦，拜拜。西瓜，哎呦，好饿哦。我也是哎，外送应该到了。好，看一下看一下大家，恭喜大家上我的 YT 了，耶、恭喜你们上我的 YT， Happy Happy 乐天最棒。哎、外送到了。但是是生的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煮。到了哦，感动吗？好感动、哭出来！你是便秘哦。我现在先洗澡了，西瓜我没有卸妆品。对，这么多有？啊，不然呢？我是女生吧，看得出来吧？哦，所以我以后就是来住你家都不用带。内裤不要带吧？啊？不可能吧？我没带内裤哎。我就说家里来个不速之客吗？我可以穿重复的吗？反正我穿 Chloe 的，穿全身粉红哎、欸，你们看，你在给我记录，帮我看哦，好粉哦，记录。瑶瑶，我有内裤，来，在哪里？快点，你可以跟我穿一模一样的。哎、这好可爱哦！你会跟我穿？我知道，这是那个慧玲跟奶奶送你的。对，你打开。内裤，全新的，没有穿过。那我们等一下穿这个拍一张。好可爱哦！我这个拍一张有病哦、我要去洗澡了，拜拜。允熙，我洗完澡了。你看我这样子包完，然后我之后就可以敷面膜，好舒服哦，好舒服的材质哦。但是呢，这个已经快卖完了，冬天才会有，所以我就先拍着放。早安，现在时间9点。多，然后我昨天早上起来尿尿的时候，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位小姐，早上6点多还在给我打电动。我说你不会累吗？她说不会啊，我都这个时间睡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球场工作了。天哪，昨天不要吃火锅的，你看我们昨天吃火锅，各位，我们的火锅好吃，但是现在很水肿，所以要去买黑咖啡。走吧，希望今天不要下雨。赶快买黑咖啡，暴雨暴雨、各位，暌违我多久了？半年没有来。我们现在有两间休息室，这是原本的，这是什么？新的吗？安安，早安，新教室。我位置在哪？第一次来哦。对啊，我第一次来。没有你的位置。啊？现在学妹这么凶吗？那也没有两位。谁说有学姐学妹制的？你看这个学妹。但还是我们的学妹，哎、所以我是这里吗？哇，我东西好多、好开心哦、很赞哎、那我想去看原本的长怎样。早安啊，请问都会坐哪？啊，都会竟然没有跟我同一个烤箱的位置哦，偷摸一下啊，很变态。那你要闻一下，口罩拆下来闻一下。好，我来闻一下。哎、你在前面，我看。多香多香多香，真香真香，真香！哎呀，好变态哦！哎、对不起对不起，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还没跟你见到面呢，希望明天可以跟你好好的见到面。法拉黑哦，跟空气讲话怎么讲？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嗯哼，好，谢谢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他等一下那个跟经纪人领通告费哈。哇！好好看哦，好好看哦！啊，你们在看谁啊？哪里有东西？哪里有东西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那个比赛在后方哦。好的，刚拍完照，然后因为上面完全下雨，刚刚卷的刘海直接毁掉。今天那个蛋力来问刀第二集西瓜家成功，西瓜要宣传什么吗？之后会出一个周边，好，然后出了之后再跟你们说。好，好，还想看我去住谁家，请在底下留言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！大家拜拜。